头，赶紧走啊！走了，快走快走，走了。
杀我。都说大哥讲出，不贾半山的主意。说这黑帮杀手是谁派来的？他们都是张大的，张大人花钱过来他非谋杀你的。你不管我的事啊，我都疼。张督军他们现在在哪里？他们都在酒楼里，在酒楼里等着吃五道头的杀头宴呢。我笑。